他不只是一个人，他是很多人，他们就是很多年，而且他们是那种超过很长时间。啊，我到现在都还是会拿着他们的信，就阅读一下，那个能量就充电了，获得很多满，就充满能量，就回到自己生活。然后是因为有一次在演唱会上面，我说我们要做到70岁，然后我们一起有点像是双福奔上的一个愿望，到70岁。我是大李逵，这里是梁山。去千山，冰雪皑皑入我境外，听惊涛拍岸卷起神州风采。乘岁月长风而来，日夜灌溉，回江山万里如画，繁华尽开。超成精彩，踏白鸽乘流扬帆，我心澎湃，等风云变幻回下气派，看江河奔腾归海，征途犹在，谈笑间水珠沉浮，龙的血脉诉不尽，相思河畔谁还在等待，回首处千帆过尽，少年又归来，点亮这万家灯火，璀璨新时代，莫等闲，中流击水浓烧成精彩。诉不尽相思河畔谁还在等待，回首处千帆过尽，少年又归来，点亮这万家灯火，璀璨新时代，莫等闲，中流击水浓烧成精彩。